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呢，特别举办了台湾水果手摇饮料比赛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参与我们台湾水果手摇饮料的比赛。我们的水果啊，营养好吃多汁，那怎么样让这个水果它的多元用途啊，让我们消费者能够更了解，特别是年轻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这个附加价值，也希望今后无论是水果其他的农产品，只要是国产的农产品，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给我们支持鼓励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而现在呢，我们的舞台区的评委们正在盲测当中。先查到黄金香蕉组的百喝不厌奖、黄金香蕉组庆良消暑奖、闪亮吸金奖、Mr. Wish 夏日红龙果组百喝不厌奖、庆良消暑奖、闪亮吸金奖。移动你的脚步来到我们台上这边，台湾水果手摇比赛来画下最后完美的句点。红龙果棒棒。